轻轻一撞险致命，恐怖杀手藏身边。四十多岁男性，他说他在骑脚踏车，他没骑好嘛，一个紧急刹车，被把手打到他肚子正中间，他觉得这个肚子大了，所以他没有当下去急诊，他说睡个午觉，就睡到一半就觉得很想吐，真的到我们医院就帮他插胃管，胃管一插进去，吐了2000cc 那个绿绿的，像胆汁一样，哇就回去了。医院是医师就马上跟他切电脑断层，胃本来是这样很顺的这样想，他胃就这样突然变成这样转180度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